邱慧芳，曾经的竞技太极拳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。退役后，他成为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教师，开始了全新的太极拳生涯。怀揣着对太极拳运动的热爱，他踏上了寻访传统太极拳的不寻常之路。让我们跟随他一起拜访名家，切磋武艺，去认识一下真正的纯粹的太极拳吧。25年的运动员生涯，使太极拳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和所有练习者一样，每天都会打一打，想一想。而每一个时期，甚至每一遍行拳之后，都会产生新的感受，这就是太极拳的魅力吧。这一次拜访传统太极拳名家是我多年以来的心愿，我深信太极拳的精髓就在民间。陈家沟坐落在太行山东麓，河南焦作温县城东的清风岭上，因一位奇人而为世人所知。但这个人并不姓陈，他的名字叫杨露禅。杨露禅在陈家沟学成了一种精妙的技击术，随后把他带到了北京，在擂台上打遍了京城无敌手，人称杨无敌。人们被他这种高深莫测的击打方式深深的吸引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先生观其武艺后大加赞赏，杨进退神速，虚实莫测，身似猿猴，手如运球，有太极浑圆一体也，这就是太极拳。数百年来，无数人在习练着太极拳，代代相传，绵延不绝，成为全世界传播最为广泛的中国武术拳种。在太极拳发展的历程中，诞生了不同的流派，他们自成一家，各有所长。当今陈氏、杨氏、何氏、吴氏、武氏、孙氏六大流派流传最广。那么这六式太极拳又是如何形成？他们各自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？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王庭，依据祖传之拳术，研究了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拳经和多种内家拳术，结合医学的经络理论和儒家道家共尊的太极阴阳学说，创造了陈氏太极拳和双人推手的练法。第一个特点，运动缠绕螺旋，缠丝劲。什么的缠丝劲呢？用缠丝的方法练出来的劲叫缠丝劲。缠绕螺旋这个运动方式算一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，快慢相间，圆慢，圆到方式快，圆活的动作，轻柔的动作，到发劲的时候就变方，发劲的时候快。第三点，它保留了穿蹦跳摇、腾挪闪战。第四点，它有第一路柔和缠绕的动作为主。那么当建立了这个运动体系之后，连炮锤、穿蹦跳摇、腾挪闪战，快比少林拳还要快。河北永年广府人杨露禅
师承陈家沟一代宗师陈长兴，深得陈氏太极拳的精髓。一成后到京城教学，逐步形成了姿势舒展大方、速度缓匀、刚柔内涵、清沉兼有的特点，创杨氏太极拳。那么杨氏太极拳的手型就非常特殊了，我们平常把它称之为自然掌型，也就是说虎口自然撑圆，掌心内涵，五指自然漏缝分开，掌指的第一个指关节，我们就是说手指肚要在同一个平面，并且掌心要富有弹性。杨氏太极拳的步型最大的特点，它是丁八步的步型，后脚是在45度角的方向上，而我前脚是正前方，形成了丁步的一半和八步的一半的结合，这是它的动作特点。第二个主要的特点，身体的重心的变化，它是在十腿或者十脚而转，我前脚不是扬起，而是虚实变化，近似于贴着地面，在地面做了一个扇面形的转动，这个在太极拳里称之为捻步，有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叫落地梅花。河南温县赵堡镇人何兆元出身中医世家，自幼习武，师承一代太极拳名师陈清平，通过对人体生理的大量研究，以体用一致为要求，促进拳架、推手、散手三合为一，创何氏太极拳。何氏太极拳它有一个说法叫步活圈圆，它每个动作都是用圆表现出来的。这何氏太极拳打起来，它这个步伐是很灵活的，每一个动作步伐都要分出这个虚实来，步伐灵活，进必跟，退必随，然后处处走圆，没有这些明显的发力扭动阵脚，很自然的一种状态，讲究一个自然，这也是中医的一个天人合一的这么一个观念在里边。清末河北大兴人吴建全，满族，自幼跟随父亲学习杨氏小架太极拳，在不断的钻研和修改中，去掉重复和跳跃动作，以柔化见长，创吴氏太极拳。吴氏太极拳的特点用16个字4句话描述它，第一句清静柔化，第二句紧凑舒伸，第三句协中预正，第四句穿姿不行。河北永年广府人吴宇香出身望族，博览群书，拜陈清平为师，在钻研陈氏太极拳新老架势的基础上，将内气用于武术的理论发扬光大，创出姿势紧凑、内气前转的太极拳练法，后人称为武氏太极拳。他的嘴下出来就是教室小脚紧凑，在教室的要求也上要求高不过严，圆给聚气，它是抓法都是有尺寸的，要出出接到收到，接回来收回来，一出一回都是上下相随。再一个主要特点，以内气前转支配外形，内的意气就是松沉，外表配合开合。在武氏太极拳上，开合是指两个手，手腕外旋为开，内旋为合。在合的时候，周身骨节肌肉群都有内收的意思，开就是分裂的时候为开，在开的时候意念意气周身骨节肌肉群都有开闸之意。再一个就是势腿抓，外摆内扣都是以势节来调整，这样一遇把掐一蹬腿就可以发上力。河北保定望都县人孙禄堂，在近代武林中素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称，
从事与武师太极拳名家郝维珍，之后参合八卦、形意、太极三家拳术的精义，融合一体，创孙氏太极拳。孙氏太极拳呢，最本质的特点是以形意拳的内外合一，八卦拳的动静合一，融续在太极拳的中和状态之中，走架时无上下起伏，左右晃动，通过活步使中心不断的在转换当中运动。孙氏太极拳的活步特点呢，就是特别的明显，一个是进退相随，动作非常敏捷；二一方面呢，他随时保持啊充分的机动，这个进步必跟，退步必撤。六式太极拳外形动作有着明显的差异，陈氏太极拳缠绕螺旋，快慢相间；杨氏太极拳舒展大方，柔中寓刚；何氏太极拳步弧圈圆，自然从容；吴氏太极拳斜中寓正，穿字不行；武氏太极拳小巧紧凑，内气前转；孙氏太极拳步法灵活，开合有致。陈氏太极十四式陈长兴所著的《用武要言》，是太极拳技技的高层次理论。起手如闪电，电闪不及合谋；击敌如迅雷，雷发不及掩耳。发手要快，不快则迟误。可见不讲究快的太极拳是不可能用于技击的。陈老师，我们常常看到太极拳的套路是很慢的，那么为什么攻击的时候又是非常快的？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？它慢呢，是为了慢慢的形成，以丹田为核心，一动全动，节节贯穿，一气贯通，为了完成这个运动体系。哦。那么这个运动体系呢，能够适应客观条件变化。嗯。那就是对方进攻的时候，把他进攻的速度变成你的动力。哦，你比方他突然推了，噌一变，哦，他能把我推快，哦，我的静止不动，我有这个运动体系，有丹田和核心，我在这没有动，他进了，唰。第二呢，形成这个运动体系以后呢，适应客观条件变化，不失去这个核心，那他必须从这慢里头达到慢而不散，快而不乱。哦，那没有这个慢而不散，没有这个建立这个运动体系这个过程，嗯，是不能够有那个快的效果的。哦，所以这是必经之路。哦，从慢着手。太极拳的理论是你不动我不动，你要动我先动。为什么先动？因为他放松了，提前放松了。哎，提前放松了之后呢，他想出手的时候，那马上啪，他拳头就出去了。所以说呢，放松就是最快。可见太极拳的快是绝对的，慢是相对的。要想做到起手如闪电，放松是最好的手段，松是最好的手段。松是太极拳的第一要义，那么松是如何实现的呢？第一点，嗯，光松是不行的。哦，你比方
我的估计啊，嗯，他位置不对，嗯，那能松下来吗？对，松不下来。对，首先到位，位置对，啊，那么才能松下来。动作要正确。对，这是第一。嗯。第二点，嗯，松多少？松多了也不行，松是为了协调，为了服务这个运动体系。嗯，不是越松越好。啊、哦，是不是松的太多了就变成了懈了？对，那叫丢、哦、丢了啊。其实松在练习太极拳当中，它是一个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通过这种练习手段，而达到让身体更多的肌肉去参与这个运动，最后达到一个目的，就是周身自净和内外成为一家。松者，蓬松也，宽而不紧也，轻松畅快也，不坚凝也。这是太极拳名家吴图南大师在他的《松功论》中的一段阐述。太极拳的松是周身内外之松，无丝毫死硬坚固之意，带有松而不散，松而不乱，松中有神，松中相连。松乃太极拳之拳魂，人体在松的状态下，腰胯自由灵活转动，各个关节灵活无滞，筋骨顺畅，气脉贯通，亦无间断，各种功夫进法才能准确到位。虚灵顶劲，虚灵指什么？指你的脖子，镜像。顶劲指什么？指你的头顶的百会，以你的百会穴，或者说以你的头顶轻轻向上顶起的一种感觉。但是这种顶起是在哪个状态上？在虚灵，不是梗脖子。顶劲指哪儿呢？指你头顶有一种自然向上提起的感觉，自然向上。那么这两个动作，虚灵是在前面，首先把颈部要放松，然后再是顶劲，你自我产生一个上下对拔的感觉。当你有顶起来和你沉下来的感觉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把你的颈椎拉开，把下颚微微向下一收，眼睛向前一平视，收下颚眼平视，实际上还是为了加强刚才大家对虚灵顶劲的理解。含胸拔背怎么去理解呢？那么含胸拔背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达到太极拳的一个理论要求是什么？胸宽，也就是通过你含胸的肢体动作，达到了你的横膈膜的向下拉，增强了你的肺部的呼吸量。所以说通过含胸拔背，不仅是对于身体肢体的要求，对于呼吸系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。哦，太极拳里它的转身是以腰宽为主，那么如何来松宽？那么要从两点来进行解决。一是膝关节，膝关节一定要自然放松，踝关节也要放松。一般来讲，翘起的脚尖不能超过60度，如果我超过60度，你看我踝关节是紧张的，这时候必然影响到我的膝关节，膝关节是挺直的，那么膝关节挺直，请看我的髋关节，股骨和髋关节之间呢就是一个紧张的状态。但是如果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虽然是重心后坐，前脚尖翘起，我翘起的角度非常合理，没有超过60度，这时候你看到我的膝关节，前腿的左膝关节是自然弯曲的，这个时候你要求我把重心，你看我可以非常自然地沉下来，也就是说把你身体的重心坐到了你后腿，那么你臀部和后腿近似于在一个垂线上，这样我才产生了一个很自然的弹性，所以这一点才能做到松腰松宽。你在动作过程当中，你的肘关节始终和地面保持一个合理的角度，也就是说把你的肩关节尽量的松沉下来，松的目的是为了把肢体拉长，
使自己产生一个放长机远的这么一个效果。练太极拳讲究全身放松，虚灵顶劲，沉肩坠肘，松腰松宽，这些既是太极拳的基本要求，又是终极追求，需要练习者时时刻刻在慢练中体会和感悟。只有这样不断的练习，才能使周身各个环节都能随心所欲，达到灵敏和滑润，使各个关节可以向四面八方自由地转动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发劲时节节畅通，极快地把周身之力调整集中到施力点去。不发则已，一发则迅雷不及掩耳，能松则快，能缓则内劲增长，不用力而自然沉重。太极拳的快慢，另一方面体现在它独特的技击理念上。吴玉香《太极拳论》第一句就提到，一举动周身具要轻灵，由虚贯穿，可见轻灵身法的重要性。练太极拳欲求技击，必须先求行正，身正行顺则内劲自出。练拳练的是身法，不是招式有多少。那么什么才是太极拳轻灵的上乘身法呢？简单的讲呢，就是以这运动体为基础，建立运动体以后，误差缩小到一定程度，这个动作的跟内部协调一致，不用着力，那么这就叫会显得轻灵。要想做到轻而不浮，沉而不僵，达到一羽不能加，萤虫不能落的境界，太极拳提出了更多法则，遵循这些要求，方能功夫上身，立于不败之地。拳论曰，身臂端正为本，以周身自然为妙。太极拳讲究立身须中正，中正者不偏不倚，无过不及，立身中正不偏，方能支撑八面，静如山岳，动若江河。在太极拳十三行功格中说，立身中正抓华裔，因为人他是个立体的，是吧，立身它要有一个中轴线，中轴线上下这个垂直线正牢，抓法灵活。通过立身中正，能够达到了很好的平衡的作用，尤其在推手的过程当中，通过自己中正的身法，能够判断出对方的力量。手眼身法步的身法，在这里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，也是一个中枢的作用。陈长兴《太极拳十大要论》说，上欲动而下自随之，下欲动而上自领之，上下动而中部应之，中部动而上下和之，手动、腰动、足动、眼神亦随之动，如是方可谓之上下相随，方能达到太极拳更高一级的要求。手、肘、肩、胸、腹，对不对？对。下就是髋、膝、踝、脚，对。如果上下能够相随，就能够以丹田为核心，一动全动节节贯穿。怎么叫随呢？首先定位，定位形成丹田核心。动的手以丹田为核心，上下牵啊，影响着上下一起动，一动丹田一动，手动、脚动、髋动、膝
西动淮动。哦，处处都要动。对，处处都要动。太极拳的步法独特，王宗岳十三式行宫解中有云：“迈步似猫行。”这是否真的是从猫咪的步法中借鉴而来呢？非常慢，实际上就是说腿部力量的加强，控制自己的迈步。一般来讲，迈步如猫行，我们希望大家做到什么呢？轻、灵、稳、准。在步伐练习的时候，就是慢慢慢慢的形成了一种，形成了在缓慢的动作过程当中，非常轻灵的提起另一个脚向前迈出，稳住它，重心在不断的向前滚动的感觉，这样的练习对于腿部力量的加强是非常重要的。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，人送外号赛活猴，以身法灵活见长，步伐上亦有独到之处。孙氏太极拳也被称为活步太极。走拳时不能上下起伏，左右晃动，通过活步使中心不断的在转换当中运动，是进退相随。进退相随，哎，没有你间歇的地方啊，而且是快慢相间。拳论云：人之一身，运用拳在一心，而传神拳在于目，手眼相随，目随视住，是眼神与手法、身法协调配合，做到身形兼备，内外合一。太极拳的动作过程当中，眼神称之为两种，一种叫随视，也就是说我的眼神随着我的主动手或者随着我身体的转动，在我的体前向左或者向右做了一个扇面形的扫描。你看我身体向左转，那么我眼神随着我身体的转动做了一个扫描，然后我弓步向前，这个时候是什么事了？对，我们称之为注视，注意的注，注视。那么在太极拳的动作过程当中，实际都是从随视和注视，注视和随视，在随时变化。太极拳身法、手法、步法、眼法要领是需要不断体会和感悟的。何氏太极拳创始人何兆元提出耍拳的练习理念，太极拳如何耍起来，这个耍字又是否能体现出前面提到的各种要领呢？他耍拳的话就是耍了一个从容自然，还有一个通过这种耍拳，通过这种玩耍，就是很松柔这么一个状态，长时间的去锻炼去盘架，他就可以把周身更多的肌肉参与你这个运动过来，随你的一瞬间从一个点把它爆发出来啊。所以说他耍拳耍的也是一种柔中求刚这么一个过程。神韵在实战中更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，同时我们掌握了太极拳的身法，不仅可以用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可以融会贯通，它会使我们更加稳健也更加轻松。将太极拳的身法生活化、生命化，这或许就是太极拳健身价值的一种体现吧。